上街一步的路起身，黄金庸在身他满把的心，万先生你不必胆战心惊，哎呀呀，喝了我一身的冷汗。银子呢？拿来。哎，先生，你不是说不认得我家小姐，怎么伸个手要银子？你丑不丑啊？快将银子放在桌上。哎，银子不能放在桌子上面。古话说得好，元宝元宝，放着就跑。跑了我会拾起来。拾起来，不怕伤了你的腰杆子吗？伤了我的腰杆子与你什么相干？有人心疼你吗？哪一个心疼我啊？我家小姐嘛。不必啰嗦，快将银子拿来。你掉掉银子是下午了我的功名是大，这又何时好啊？哎，先生，刚才又还在身上，这是在身堂里边掉的。身堂里面掉的，我这船上不露针呐。船上露针，船上寻，我们分开来找啊。好。先生，你找到了没有啊？没有，你呢？我。先生，我们挑一处来找吧。好，挑去找。先生，你找到了没有啊？没有，你。不明。